结婚了，啥时候要孩子？跟谁结婚？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我在问他们啥，有没有对象什么的。再见，别走啊！他说什么了？为什么？我们直播间本来今天就进不来的人，我很想抽你大嘴巴子的感觉。你抽吧。我如果抽你大嘴巴子，你会怎样？我不会怎样，我不会理你。你不理我？嗯。你很牛吗？还行。滚出去！哎呀，开玩笑的。不开。我是在模仿柯以敏。我不想看柯以敏。你想看我扮演谁？想看你扮演猪八戒。猴哥。还想看谁？我谁都可以表演，我是一个天生的表演者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。在侮辱你？为什么要侮辱我的 fans 呢？没有，他们老是问我问题，我就问他们问题了。问他们考的怎么样，有没有对象，存款存了多少，有没有结婚的，就问了些这些啊。你为什么要问别人这些啊？如果你问这些的话会伤害到别人。那你问我，问我，问我为什么还不结婚，你问一下我。我不要问。你问一下我，肯定会给你一个很好玩的回答。你想和我结婚吗？什么？想和我结婚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让我问想不想结婚吗？你结婚只能跟我结婚啊。What? 你在说什么？还问吗？还问不问？我说让你问我想不想结婚。跟谁？为什么还不结婚？跟谁？你只需要问我为什么还不结婚。为什么还不跟我结婚？不知道最近我的精神怎么这么丧的感觉，我真的没想，我脑袋里再也想不住了。好事能让我开心，流量好，流量好，阿曼人就开心，阿曼人开心我就开心了。哦，好可爱。真的吗？我感觉我剪了这个头发之后像一个……其实不是，你只是刚剪完，你不习惯而已。其实还好，挺可爱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亲我一口。亲你可以啊。我不喜欢老是开玩笑，真的让人很失落。每次开玩笑的时候觉得很开心，但是其实我们听到这个玩笑都很失落，每次都很失落。好嫩吗？真的吗？剪这个头发有嫩吗？没有吧？你觉得我嫩吗？很嫩啊。那你觉得明天晚上我去纯 K 应酬的话会成功吗？我老铁，就是我都怕保安把你拦在外面，因为你长得太好看了，就是显然进去感觉跟砸场子一样，就来者不善，你知道吗？长得就是很漂亮，知道吧？我就很担心这个问题啊。然后我再亲你一下是吧？嗯，对。嗯嗯，啊，这不是四弦了？哦，真的很帅气，真的很想狠狠的啃一口。你很漂亮啊。真的假的？我很漂亮吗？当然你真的很漂亮，你每天都很漂亮。因为我今天的嘴巴特别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说明你今天会红红火火。真的假的？真当然是真的了。可能是昨天有人偷亲我了吧。那是谁呢？那是谁呢？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很早就睡了呀。给老王戴个大小帽子。可以啊，我在边边就戴不到我头上。什么大小帽子？就是一个新的特效。哇，是你的吧？那不是我的。我就给你一个人买了茶牌、啊、是我的。我喝一口。你不是不喜欢喝这个饮料吗？为什么？我喜欢喝你喝过的。今天怎么这么面儿啊？不对劲儿啊，宝宝。我没有面儿。为什么？我可以采访你一个问题吗？采访你啥？为什么我刚刚叫你宝宝，你的反应有点就是惊讶到？那为什么私底下叫你宝宝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啊？为什么？好，他拒绝接受采访，朋友们。对啊，你很好呀，你很帅啊。
谢谢啊。我有一个朋友的故事，真的，其他的就讲不了，因为确实没办法讲，因为是一些私人问题。就是你这个可以讲啊，人家只是很爱慕你啊，就觉得你很帅啊，就是很想 eat 你啊。别说了，就很想跟你去 eat 饭。你觉得你很牛吗？在我没有牛的时候，希望你不要跟我牛。S1 Yeah, this is S1. 我真不吃醋，我的老铁，我吃什么醋呢？我为什么要吃醋呢？正宫永远不会吃醋 ，OK？ 正宫是啥意思啊？正宫就是我是你的老板，我是你的上司。上司为什么要吃醋呢？真的太好笑了。我姐的地位不是谁都可以践踏。我的眼神怎么那么重啊？不要转移话题啊！我说姐的地位不是谁都可以践踏的。哦，她这个心，她的心一共有这么大，看到了吗？一共有这么大，一共是100，她的心是100%。但是他有99.9%的心脏是那个战术地是我，然后那百分之零点一是他自己的，他自己。你犯了一个错误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错？我没有心，因为他早就变成你的名字。对不起，但是他最近很喜欢听这种油腻的话呀。我没有很喜欢，是你在说我不懂。但是每次说出来，你都会就是说沉浸在其中啊。我有沉浸吗？你没有沉浸吗？我只是在笑而已，因为谁会不喜欢听被别人夸？我心里懂，你只是要面子而已。他其实喝多挺可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喝多会很吵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话会非常多，然后你要凶他一下，我说你闭嘴，他说嗯。就很老实，他其实挺听话的，就是有点吵。Oh my god， 姐的酒量可是无底洞。再跟我说，我能让你看到的，那便是我想让你看到的。那你想让我看到的挺多啊。他醉了会干嘛？他醉了不会干嘛呀？他醉了会跟我道歉。他醉了会说对不起，好着，说对不起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啊、哦，不能说哎，啥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，他喝多了，喜欢那种就跟别人表白，然后我就说，本来日常生活就每天都是在追别人，追就是那样，然后喝多了还要说一些废话，喝多了就在那里说什么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好哎，就这样，这种感觉。他说我可以抱抱你吗？我真的很想和你拥抱。他说我可以把你抱在怀里吗？就这种感觉。然后我说好吧。我很少喝酒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好喝。不是，是因为他怕我喝多了他们保护不了我。你也很少喝多，你很会讨酒。不是，我每次刚开播的时候这个灯，我每次刚开播的时候这个灯照的我都有点难受。不是，我最近就是、现在在直播，拿捏好你的态度，拿捏好你的水平，拿捏好你的分寸。试一下那个人。好，这样了，这样了，嘘，好，这样了 ，OK。最近就是觉得他蛮可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是很可爱，然后呢，你会就是说想故意的去惹他生气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小表情很有意思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咱俩认识多少年了？你在给我搞什么？我就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我认识你很久了呀。你服了，多有意思啊！他说服了就服了，服了。你别再做这种无语的动作了，你别再做这种无语的动作了。Oh my god！ 一定要这样说。我真的不想笑，老铁，真的很可爱。啊！滚！好吧，别再说了。哎、行，这样吧，这样吧。好无语啊！知道了，别再说这种无语，服了。你越讲我越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尴尬，我没有一些特殊的感觉。尴尬。连哼我都哼不上去，我也唱不上去啊。但是我需要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帅的宝宝。Later， 我接杯水去。我真渴了，我真的渴了。你这渴了就走过去拿呀。你给我拿一下，我求你了，我现在有点喘不过来气。太热了，刚才打架打了，我真的喘不过来气了。我
给你人工呼吸。嗯，快点快点，我真的有点喘不过来气。嗯，你也知道就在那。求你了，快点，我真的有点喘不过来气儿了，快点。我去我去。别喝，我要喝。对，公屏延迟了。我的先发也很帅，我就说他这个头发真的很帅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这个头发，我就想起了我曾经的那个朋友王嘉尔 Jackson。Oh my god， 真的太像了！真的怎么这么帅呀、啊？去我拿下项链。怎么这么帅呀、啊？去我拿下项链。王嘉尔，我真的认识王嘉尔，他过年还来我家吃饭了呢。就看我直播的都知道啊，王嘉尔来我家了。我给你戴上，戴上好看。希望有一天你也可以为我戴上项链，为我戴上钻戒，那的话我便不再是一个人。那样的话你就不是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便是成双对。哦，但是我赢的条件是我今天要喊你一晚上老王老公。可以啊媳妇儿，别说话了老公。好吧媳妇儿，你别再回答我了，没有回答这一说。好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只是说我啊，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。让我喝一口呗，嗯，让我喝一口，嗯，那个老公，这不就喊个老公吗？有啥了不起的？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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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喊他老公怎么了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就是，我也不是第一次听了。对，对啊，之前惩罚也有惩罚过我喊他，而且平常私底下我们也会开玩笑啊，平常私底下我们都会喊他老公的，因为他是我们家里最帅的一个了。都喊他老公啊，对吧，老公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就喊个老公。哎呀，都是哥们儿。你想做小几吗？我问一下。我当然是老大。老大呀、啊？对，我是山东人，我有那种传统的性格， okay. 我必须要做老大。OK。嗯，王和老王谁帅？哼哼。嗯，都挺帅的。不要问我这些陷阱问题。都哥们儿，都好哥们儿，说啥呢？是不是、啊，老公？He is my husband. I am his wife. 你今天有点像那个王嘉尔。对，我今天谁都想你们。真的很想亲你一口哎。嗯，很有那种明星范。那你来亲啊？没有必要。爸真的很霸道，那你来亲。Oh my god！ 说你霸道，你就一直在这里说话吗？那怎么了？我还不能说话呢，嘴在我身上。对啊，你很霸道，老公。啊，谢谢媳妇儿、啊。哇，好棒的演技啊！你们的演技真的很好哎。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好好看啊！真的吗？这么酷炫啊！你在骗我？我没有骗人啊，真的蛮炫酷的。嘟嘟，哇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怎么了？亲我一口。别说这种下头的话，我真的求求了。你就这样，呜、哦！谢谢大家送的保时捷，呜、哦！谢谢大家送的保时捷，谢谢大家送的保时捷，谢谢大家送的保时捷。可以了吧？好，撅嘴，要撅嘴。我这样更像，嗯，没事儿，这样没事。要这样，要这样，一韩剧的都是这样。欧巴，你啊的哟，我迟到了，因为天太冷了。天太冷，不是要多穿点吗？谢谢谢谢谢谢送我这个帽子，没有那么冷了。别在那个手给我拿走，我就搭在这里一下。你又把手放在人家屁股上搭着的，我就是放在这后面放一下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干嘛。不是，这后面有那个啥，有这个，有这个，就是靠枕。你再这样，我真的会跟大家说你占便宜。你说呗，他们占，他占我便宜，大家。我占他便宜了，我占他便宜了，所以呢？所以你自己最好小心一点。